得到了一个海淀嘛，应该都兴奋的地方。我就说买债，那立法院内政委员会，他们等着没有等着就地方自治法，因为我第十三条修正草案啊，对方那都是很愿意。因为立委呢，当然我现在提案修法，我就说他们打多少呢？等着就商业和平原，我们就是想等着不打你。把那立委办的嘛，想等着对方的当然我现在。啊，富人在商业界啊，他的确往这样等着。我少那么等着，1600那么钱在走的，或者等那不，哎你不，对啊，这样等着，增加了人家山地原住民的人家就明代。因为立委高金素梅和孔文琪啊，等着，没有说等于现在地质法第三十三条和提出修正了，都很黑。今年在做，俺们的模拟，等下我们等下提案和修正一些的全国选区。很简单，啊，我特别那把我烧的现在山原平原，现在做划分。哎，你不对没？因为在现在地方和啊，可以把我烧的现在山原和平原一些，我们等下不等你等那户，买着的咱们等下别了，给一个瓜子买等一门等下，不能建在乡镇市建在山地原住民。啊，等于他那户，我上路人家多少人家肉票的人家不多，那么买着现在估计啊，为什么？彰化县没有原住民的议员，还有很多我们的乡镇的代表，山地原住民的立法那个山地原住民的族人要投给汉人的代表，他也不能够投给平地原住民的代表，因为在第三十三条的规范里面，就是。你明确的文字写说平地原住民，所以你如果不把这个拿掉的话，其实呢，我们有非常多的族人，他的参政权是被剥削的。因为这个的改变呢，会牵涉到不止原住民跟这个一般汉人的这个关的这个权利，就是影响到平地原住民歧视啊，山歧视歧视歧视，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还是要比较慎重的来考虑。把他们呢是做你立为孔文琪去提案和修正的地质法第三十三条。把他说山地原住民之肉在第几个方面？洪吉言在，我少呢现在1600几单的我，他单的我得上，但这肉额外呢，把亚的现在山地原住民呢在选出乡镇市民代表名额。提这个案呢，最主要啊，最主要就是我们，这个一些我们都会区啊，就是有保障平地原住民啊，山地原住民是没有保障，像那个竹东啊，还有大溪啊，这几个我们原住民的人数啊，都已经超过了，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针对哈这个部分呢啊，部长这里啊，是可以不用外加的方式。外加的方式来保障原住民的这个政治参与，对，外加可能牵涉比较大了哈，那这个不过我们都会来跟原民会还相关的单位再进一步讨论。因为地质法第三十三条，没有说呢，现在直辖市会现在县市议员代表名额，洪金明等在亚的第十个法会现在，而那个现在就族群，他们的定定名额和他们的应保障标准。啊，听原住民的那部，我这上面在说，没有说呢，现在平地原住民哦进行制度性保障。啊，听什么个做嘛是山地原住民，因为他们每一只肉和家们等在，我们内陆等在，不能买等个建在肉原住民，每专门的人在五成各国的立委们提案和修正，他们等在保障原住民的参政权。啊，等于的等那部，我上等在。电脑那表那的板子，我要回去洗一次。哎，你不电脑上等着，每天都是不是打？阿爸也陪着你编译。